变胖，体重换算后竟如此惊人。以一只3公斤的小狗来说，狗胖1公斤，相当于是人类胖了几公斤？有没有那么多啊？胖1公斤等于是胖了1/3，以我为例，我现在大概就是60出头，1/3大概20公斤吧。这样算1公斤，胖1公斤不得了。狗要胖1公斤是并没那么容易，是不是？没那么容易。我看到有人把腊肠狗养跟士林大香肠一样。新闻9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